吴侍郎和身候旨，你等着。启禀皇上，礼部侍郎和身在外面候着呢。哦，叫他进来。扎。礼部侍郎和珅随旨见驾。谢皇上。万岁爷在上，奴才和珅见驾。啊，何爱卿平身。谢皇上。哎，爱卿啊，这宫外头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回皇上，那14名西洋乐师都已传进宫里，他们一个个长得大鼻子、蓝眼睛、黄头发，头发还都卷着，这跟卷毛狮子狗似的。手里拿的家伙也怪里怪气的，反正奴才是平生第一次见到。哦，是吗？是。哎，对了，爱卿啊，朕给他们做的衣裳。他们都穿什么呀？奴才遵照圣上的旨意，都给他们打扮妥当了，一个个蹦迪多漂亮了。是吗？是。哎，胡胜，奴才在。更衣，摆驾乾清宫。咱们听听洋人的玩意儿。遵旨。这是巴赫的 D 大调第3序曲，请皇帝老爷训话。和珅，奴才在。你先去说说。皇上面前，奴才不敢妄言。说错了，朕恕你无罪。奴才谢主隆恩。此次
西洋乐人进宫给皇上谢衣，这还是头一回，听着挺新鲜。那个巴什么来着？巴赫。啊，对，巴哈。这个老巴挺逗的，这个调调嘛也挺乐呵的，听得心痒痒，手痒痒，连脚也痒痒。首先说那个南洋边儿，啊，很勤快。我是这个吗？哎，对对，说的就是你，对对，就是你，手里一直在不停的比划，啊，脑袋瓜都冒汗。待会儿我在皇上面前给你讨赏。其次就是那个吹羊鼻子的小妞，对，就是你，腮帮子一直鼓着，到现在还没下来。The conductor.Yes, you. You're constantly waving your arms around. It's most strenuous. Thank you. 还有那几个拉小琴琴的也不错。一会儿一块儿拉，一会儿拿自个儿来两下，蛮勤快的。And the violin things, too. They're part for helping the others.要说最不像话的就是那个拉大风匣子的，你。And for this big wind box. 对对对，说的就是你。皇上，奴才能到下边说吗？你去说说吧。是皇上，说的就是你，笑什么笑什么啊？说的就是你，啊？高兴了聚两下，不高兴了一动不动的站在那儿，啊？Yeah, that's right. You on the big wind box, happy just to play a few chords.Not caring if you don't move at all. 有时候锯都懒得锯，干脆蹦蹦蹦蹦扳两下就完事了啊。And even when you do play a few chords, you're so sluggish, as if just pulling back and forth. 你糊弄谁呀？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大清朝金殿之上啊，你们这样做就是对皇上不公啊。啊，可真，奴才在。你不通音律，不可妄加评论。奴才有罪，奴才有罪。朕刚才说了，免罪。谢皇上。胡生啊，扎。给乐人赏扎。西洋乐人尽心尽力，皇上有赏。Excellent. Gorgeous. Look at this one. Excellent. Please bow as required and thank the emperor. Come on, see me. 免了吧。宇宙乾坤，大清为大。刚才的洋乐虽说有趣，不过是小打小闹，绝非音律正宗。It's not real music. It's just noise. 朕赐你们一曲单臂雅乐，大清音律才是盖天下之大乐也。带他们去。扎。哎，请随便看看吧，啊。What's this? What a kind of music it is? Strange kind of music. Weird. Strange. Wow.
吾皇万岁万万岁。免了吧，谢皇上。哎，你们见过这个勋吗？这个小小的东西有近六千年的历史啊。奏乐。哎，何爱卿，奴才在。皇上，您让洋人和咱们的乐队一起演奏，让朕听听。这。哎，各位各位各位，皇上说了，让你们回到原来的地儿接着弹奏啊，这样热闹。The emperor says, go back to your seats and continue playing. 走，哎，走。107108。和珅。皇上，五年一度的选秀女入宫的事你张罗得如何？回禀皇上，两个月前户部行文8旗24部同直隶各省8旗驻防外任官员将14到18岁的少女注册呈报，现已精选了108名少女明日进宫，待皇后选点后再送皇上亲选。嗯，好。你可知道六王有个女儿？啊，可是4年前跟皇上下棋的那个小格格。嗯，只听说花容月貌。哎，岂止是花容月貌，而且棋艺还了得。当年与朕授檀，他仅输了半目啊！记得当年，他已有11、12岁了吧？那就不妨找六王爷过来谈谈，皇上有意，他敢为止。Thank you.
老王爷，嗯，皇上请您呐。哦。王爷，嗯，您昨儿又喝多少酒啊？啊，昨儿晚上这八两啊，啊，那叫丢魂酒。哦，丢。今儿早晨这八两呢是招魂酒。招魂酒。哎呦呦，王爷，您别掉下去，这边。哎，对对对，哎，嗯，您办着啊。嗯，对。哎，门在这边，王爷。哎哎哎，嗯，哎，王爷，嗯，您大喜了。嗯，什么喜？皇上啊。像是看上您家小格格了。哦，啊！哎呦，老臣拜见皇上，老臣拜见皇上。六王，你怎么了？啊，平身。皇上，胡公公，快扶起来，快点，扶起来。王爷，您起来啊！皇上，您起来呢。哦，慢点，慢点。老臣拜见皇上。免了，免了。皇上，六王啊，昨儿个。又喝过了头，二锅头。皇上，老臣就爱喝二锅头，嗯，有劲啊。你呀，给我装聋，状元红。皇上，状元红没劲，没劲。是，他倒是不上头啊。啊，大人，跟酒较上劲了啊！你真是聋子，红子，皇上，红子不是酒，那是鸟啊！红子，蓝靛壳，紫紫黑，那都是上品啊！皇上，那可真好玩啊！我问你们家格格，喝好，还喝呀？皇上，老臣实在是不能再喝了。装什么糊涂？混账！大胆，和珅！这回他听见了，你说我打呼噜？嗯嗯，退下，退下。哎呀，我没打呼噜，王爷，打呼噜。皇上让您退下。嗯，走。哎，老头今儿怎么跑得跟老兔子似的啊？走，站住！干什么呢？啊，这是给皇上送靴子的。啊，走吧。哎，走。哎呀，快点，快快！霞儿，霞儿，霞儿，哎，霞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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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爹，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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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哎，不行，这边来，来来来来，爹，哎，来来呀，您怎么上这儿来了？霞儿啊，大事不好了！怎么了？皇上喜欢上你了。嗯。皇上喜欢有什么不好？那匾还是皇上御赐的呢。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皇上要准你进宫。皇上还要守坛？坛，坛你个头！嗯、皇上要选你进宫，小聋子当妃子。您答应了？我没打他的皇上。您怎敢不打皇上的话茬？我就装在那个追着呱唧啊，我就装耳背啊，我就给他胡打他。爹，您真行。哎，哎。
哎，你还不让我喝酒啊？啊？我这儿就有茶。请皇上伸龙足。哎，回禀皇上，这靴子这皮呀，是去年万岁爷打秋围打死的那只老虎的虎皮做的。每当虎皮劈巴掌，摸上去像软缎结实的，20年您都穿不坏。大了，启禀皇上，奴才查了满朝文武的吕中备载，皇上的龙族尺码最大，我师父说脚大江山稳。我是说大了，太肥了。皇上，大点肥点，您的龙族不受委屈。住口！你以为穿小鞋受委屈，穿大鞋就不受委屈了？就是，告诉你，一样。哎，去，滚！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哎，皇上您看，这靴子您穿着嫌大，可是何大人戴着呀，正合适。哎，哦，对了，皇上，听说霞儿格格开了一个围棋教馆。哦，你究竟愿不愿意进宫啊？所进深宫无人知，打死我也不去。霞儿，爹倒是有个主意。现在全国各地的学子汇集京城赶考，哎，你呀，就在这棋馆摆一个擂台，啊，来一个手弹则驸马，啊，皇上要是问起来，我就说我们霞儿已经有主了。这也比进宫强，说不定。说不定，说不定，说不定能找一个好郎君啊。爹，我姓刘明庸，字石安，35岁。我姓李明静，字新仁，27岁。有天为证，你我二人同结金兰之好。吃了我的功名。哎呦，你们这帮小兔崽子，我这被龙族踢过的屁股也敢撞啊。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师傅，班长，哎，诸位看，手弹选驸马。哎，你看啊，手弹选驸马，真不错。哎呦，来来，您起来。嚯，哎呦，再帮我一把。哎呦，帮我一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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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啊。哎呦，急死我了。哎呦，试试。
哎呦，急死了，急死了！哎呦，嚯，嚯，嚯！哎呦，嚯嚯嚯嚯嚯嚯！哎呦，哎呦，哎呦，这鞋太瘦的，那脚趾头它在里头成这样，它硌脚啊，它。哎呦，我跟您说啊，这不叫硌脚，它叫跟脚，它受利索。那您说是不是？穿小靴委屈人呐，你看。这瞧您说的，这个皇上他也是靴子，他说啊，他说那鞋大更委屈人。哎，马鞍，过来，过来，过来。里边请，有清静的地儿吗？楼上有，包您满意。哎，上楼吧，经理，跟我走。哎，以后啊，考上状元可别忘了我们啊。哎，你看，哎，哎，你看，你看，这富家小姐没事儿还会给自己找乐子。买柱香吧，买柱香吧。二位进京赶考，你是？在下云山道士，专为进京赶考的学子看相。若想榜上有名，好，请你给我看一看。说是算，实是卖。我是送功名的，啊，可以买。买什么呀？买考题呀。哦，开科选试乃朝廷论试大典，你竟敢做起骗人的买卖，滚！到哪儿了？啊，启禀皇上，刚过大石栏。若与考题不符，可到刘伶醉酒楼取回原银。砸了这垫子。哦，这有龙头银票100两，拿着。九宝，有看相。这是谁家的小姐？怎么那么狂啊？这是六王爷家的小格格，在摆围棋擂台呀、啊。瞧，手弹则序，可惜呀、啊，咱不会这玩意儿啊。哎，那可真是天鹅肉一块呀、啊！进去对阵的公子哥，个个都不盯事儿。这古月笙是小格格又下一城，小格格棋艺超群呐、啊。好，皇帝爷御笔，巾帼棋童。他长得跟天仙似的，我要是有你们的能耐啊，到什么贡院考试啊，还不如去考棋馆呢。你呀、啊，又来胡说。九宝，有，拿着这点散碎银子，取3丈白布来笔墨伺候。山东刘墉，奉饶天下最高手一仙。何来书生，竟敢出此狂言？不过，字倒是写的不俗。小姐，您想与他对局吗？我，倒要领教领教。喂，山东刘墉，敢到棋馆与我们小姐对局吗？果然是名不虚传。走。哎，客官，酒还没喝呢，等会儿回来再接着喝。好，走。哎，刘兄，你这模样如何前去啊？哎呦，九宝，能否借斗利用？啊，客官请便。
在下山东刘墉，愿奉陪小姐。你是刘墉？正是。围棋有32法，你我各对8法，对下来了进去切磋，对不下来门也别进。区区小事何难之有？盖围棋32法，有冲有干有戳有约，有正有关有扎有点，有顶有尖有去有门，有打有断有跳有立，有纳有震有聚有敲，有斜有扎有臂有刺，勒铺争节，持杀松盘。哥哥，在下佩服。刘公子，请。取刘公子斗笠挂好。哎，不不，哎，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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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为何？背后藏有玄机，请。先嫁女啊！哼，这事情尚有转机。己不厚，必定受制。哎，哎，这观棋不语真君子啊！见死不救是小人。小姐已露败势，看来只能输给这位仁兄做老婆喽。啊，胡说。啊，这刘公子果然棋艺非凡，小女子认输了。这真是世上输赢一盘棋，谁知局内成夫妻呀！啊，小姐，在下不恭，望小姐信守诺言。小姐，请。且慢，
你是何人？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休问我是何人，我到这里来也是手谈泽夫婿。既然这位公子赢了这位小姐，我愿与公子对上一局。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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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乡巴佬也太牛气了吧，竟敢说什么奉饶天下最高手一仙。你知道天下最高手是谁吗？那是当今圣上。哎，我与刘公子下棋争驸马，这与圣上不圣上有什么关系？是。行，对一局就对一局。如果我赢了，这位小姐就归我；如果你输了，就再也不要纠缠了。君子一言，请。哎，我说姓刘的，我劝你趁早走人。今儿你不管是输是赢，哎，我下盘棋，你哪那么多废话？哎哎呀！好，请关注摆棋吧。哎，刁银子，有多大棋盘，摆多大棋盘。是。我说主子，有正事得跟您说说，这边来。您呢？说吧。放心，在这下棋，我回宫去把臣子亲兵找来给你保驾。不管这小子是输是赢，都给他来个斩立决，把霞儿弄过来。去吧去吧，我就不信我下不过他。那当然。是趴下。这二位请。按照这里的规矩，我得先问一声，围棋乃先天河图之术，请问这有何说法？这361招和这周天365度四分度之一，黑白分阴阳以象两仪，立四角以安四象，自古有五至浪科之说。先生请。小姐，老爷请您过去。什么可上不可上的？那位啊，是当今的万岁爷。啊！你跟他下了半天棋就没认出来呀？那时候孩儿还小，再说他这打扮……哎呀，
咱们这位万岁爷呀，就爱微服出来玩儿。老臣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等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万岁！大胆刘墉，敢与皇上平起平坐！还不跪下！草民不知皇上驾到，草民有罪。哎，朕微服私访，不知者免罪。来来来来来，接着来。刘公子，别吓了，输赢你都得死。